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比。今天呢，一样是要来玩创世神，然后今天要来玩的地图叫做软绵绵飘飘空岛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刚就是发开台文的时候，它上面写着什么 Soft Empty Island， 就是软绵绵的什么都没有空岛，不是啦，不是那个没有的空。废话这么多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是拿铁，然后他现在要念开头了，我们现在开着太阳下山。哎、欸，你进去了？对啊，怎样 ？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拿铁，欢迎收看我的实况日志。嗯哼，那今天我们来玩 Minecraft 生存吧。不要。哎、欸，这张地图是软绵绵空岛。是软绵绵空岛。Soft Empty Island， 我每次把它记成软趴趴空岛。软趴趴空岛。我现在站在高处。为什么你要在里面呢？什么？我在里面。为什么怪不要打你？啊？什么？你在公下？在哪？我在高处。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你没有进来了。嘿。我最后苦力怕，还有库恩在射我。所以我现在应该要去哪？哦，我看到底下有制作，我还是继续站在我的高处好了。不是的，拿铁有台，对啊，拿铁现在有开台哦。不是，等等，我忘记开防爆跟防喷的。都开创造，现在看到这个好像是云，可是其实应该不是，因为我把云块关掉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没有，它那我地图自己做的。对啊，就觉得很可爱，但是实际上有云块已经没有关掉了。不要动，你会被打。我要先找那个防爆防喷的指令，可是我不知道。好，帮你。哎，为什么你知道？我本来就知道啊。那你可以打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那你打。我看看，我应该挑了啦。拿铁台的名字是 Latte 8383什么0716，应该是这样。嘿，应该。我不知道啊。好了好了，开始了。打破会整个破掉，真的假的？走吧。看啊，我听到僵尸的声音。就我们附近的这个洋人，他是一个僵尸，可是头被盖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史蒂夫的头。快跑，尤布利帕！对，旁边是我们的床。我们两个睡同一张吗？没有啦，他两张。哪里？等，我先把库利帕打死。我已经把库恩丢下去了，滚啊！我怎么把他丢下去了？哦，有两张。我们现在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不能睡觉哦。我开它，我刚开没多久就死掉了。我们好像不能，我也快死了。这个窟窿，哪里？潜行。我死了。而且它的重生点好像设定错误。我的重生点有点怪，你现在在正确的重生点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可以先过去吗？可是我不知道坐标，我要上网查。坐标？那你刚刚怎么到的？我刚刚是开台前先设定好啊，就忘记存那个。嘿，好欢哦！求解。好了，我找一下坐标。我记得是。不记得。20-20-19。嗯，我来这里看看好了，我怕我走就遇到怪。这个云真的长得好酷炫哦。我猜错了。我来看看。这里整个超神奇的，我想打这个云哦，会掉下去的。我在云上，我也在云上啊，怎样？对，我找看。嗯，哦，完嘞。底下怪物成群，然后好可怕哦。哎，我看到你嘞。等等，我在找那个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感谢追随。你脑子有洞哎，我可以看到你的头。我没看通知。快点！好啦，等我，我再找。那我走一下。快点啊，好无聊哦。等我啦。我今天是临时被拿铁抓来问说，你要不要开台？不然你晚上要干嘛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我找你开台。哪有临时啊？有，超临时的好吗？就很早哎。还是打不破吗？还蛮临时的啊。那多少？-20-29-14。到了吗？对，好，到我 TP 我。
哎，错了。啊，这是哪里？哎，为什么在水里啦？因为它 TP 点位就在水里，以后没有僵尸。好可怕，太可怕了。哦，下去了。所以这个羊人就是站在那里不会攻击，就对了。那像吉祥物之类的吧？我们现在可以睡吗？不行，有怪物。这个晚上怎么这么难熬？而且外面还有垃圾车呢。哎，等，我记得箱子。哪里有箱子？这边有十件。哪里有箱子？就我们刚刚水池里面。哦，水池有箱子哦，真的假的？还有四个面包。那我可以拿一个十件吗？可以。那个我已经分好了。你装有拿了吗？有，都拿了。必读，所以面包四个都我的。对，都你的。可是我都走不过来。我在外面垃圾车有点精彩。还是聊天关麦。我觉得他应该快过了吧。哎，我在那个地图边边找到那个箱子哎。欢迎游玩本地图，我是作者冰块。在游玩之前，请先阅读完本书再开始哟。有些岛屿有矿物，有些人没有，就请注意哦，不要带游哦。规则，请勿欺骗村民哟。视野请调到一般或以上，不然看不到其他岛，你就不用玩了。为了让视野更好，可以选择将云块关闭，请别作弊而废话。譬如玩到一半不爽就 game mode 玩。以上规则请务必遵守。成就：跑完白塔的跑酷；第二个，爬完黑塔的梯子；第三个，连接每座岛；第四个，获得武器、生命之源；第五个，跟巨大蛇要拍照。哈，跟巨大蛇要拍照，应该是他种 BOSS 之类的吧？最终目标击败岩神太阳之子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顺带一提，太阳之子是凋零怪哟。那为什么叫太阳之子啊？就是太阳之子啊。好的，我看看那我想把书放回来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。我要丢到水里，你自己去找。打屁哦！我是让我装哎。我要打在水里，那你自己去痛。觉得这个羊人感觉就是很诡异。撞你那个羊人要杀掉啊！哦，真的、哦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没办法睡觉。是他的问题吗？对啊，应该是他的问题啦。可以啊，屁啦，快点来睡啦。可以吗？你把人家杀死了。那就是他刚离太近了。怪谁？怪他，赶快睡觉了哦，白天喽，万里无云，万里很多云。他会被我打死，剩一滴血。你视野调多少啊？远啊。而且你看，我刚在箱子找这个视野怎么调远啊？在显示那边啊，他不是有個是16、14是多少？对，你拿到最后就好了。确定？可以一起玩吗？改天吧，因为拿铁的伺服器不是很给力。干嘛？我刚拿到了铁剑。哦，不要打我了，你不能那么冷淡，超神！这到底是真的树还是假的树啊？它这种树皮是真的吗？真的、哦？你还吸我的木头？怎样啊？我来跟你一起玩的功用就是当个寄生虫迷虫。那你可以拿个剑当那个战斗傀儡之类的吗？我只会躲在你后面。哎、第一次看台，欢迎哦。这边还挖得到哦，上面还有没有啊？没了。你要做工作台吗？对，我做。你要做长颈鹿吗？不要，做个长颈鹿。你要当一只长颈鹿吗？工作台。好酷哦！这个是雪，打掉。所以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呢？差点做个按钮。这个是雪吗？哦，这羊毛。羊毛我记得用剪刀打比较快，可是我没有铁。我们还没有铁啊，我们应该是要先去挖铁。我觉得那个羊人好吵、哦，拜。他掉饼干。哪里？那个羊人掉10个饼干。你就不要到时候只发现那个羊人其实是有用处，我已经揍死你。不会啦，他竟然都掉饼干，他应该是那个紧急备用粮食。你为什么要打这个？哦，要挖矿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在找墨矿。到底哪里有矿呢？希望不要是个会阴人的作者。虽然我之前好像做过类似的事情啊。他作者我说不一定每个岛下面都有矿。他说例如空岛，可是我不知道他的例如空岛指的是空岛有还是空岛没有。就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岛铲平，然后满满的羊毛，然后里面没有任何矿，哭哭哦。可是我们还是要挖羊毛啊。为什么？铺路？我要怎么搭桥过去？你可以踩着对方的尸体过去。而且那个木头不要乱用，因为我没有树叶，所以它没有种子。我已经做成工具了。
哎、欸，很浪费耶！啊，不然你是要做什么？哎，我们正上方有一个岛哎。对啊，所以嘞，我现在才看到。你不觉得上面的光线有一点暗暗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你可能是瞎了哦。我以为是晚上的关系。不，对啊，这么大，这么大两个还看不到。哦，我找到煤炭了，在哪？在最边边。你在底下哦？没有，在最边边。什么最边边？就你做铲子还是那个镐子？镐子。那你就来挖吧。你在哪？这里。我快 TP 吗？不行。你在哪里啊？上面。这是一个默契考验吗？我在上面，这里。哦，哪里？跟着我走。不要。快点跟着我走。Follow me，这里好暗。你在。这里看不到，这里太暗了。这里。我可不可以把镐子给你？我现在其实是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好吧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用 OBS 对，就是那个看得到，可是我怕吸不到。应该吸得到了，我还找那个箱子。哎、欸，有，我吸到了。才一个吗？请跟我讲，我要怎么上去？跳上来。我现在有很大的障碍，我需要做火把。哦，有水耶。八八八八。我先看看。看你们两人玩好有趣，为什么？是一种哦，又煤炭，哎、欸，不会这个岛做煤炭吧？微妙的默契吗？那很好啊，可以做火把哎、欸，我最需要的东西就是火把了。我最需要的东西是镐子啊。哦，来跟我拿啊。可以做个绵羊镐吗？我这里有两把镐子啊，快点来找我。为什么你要浪费木头做两个镐子？我不知道啊。好吧，给我吧。自己来找我。哦不，这里太暗了，我看不见。哎，给我。你在哪里啊？下去吸啦！来，给你个木棒。为什么要给我木棒？给你做火把。哦，有吗？不能浪费木头。嗯？哎、欸，我忘记煤。哦，终于看见了。嗯，忘记煤炭可不可以用那个、欸？用什么？用手打下来。应该是可以吧？我忘记了。出事不负责。哦，挖到最底层了。哦，对，我装那个火，那个、公园模组，所以那个。这样我也有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火把拿铁很热血，哪有啊？他比较淡定吧？哦。我兔子很淡定啊。我把刀拿在手上就可以有光源耶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哎、欸。我没有啊。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。可不可以看得到我附近有光？不行吧，我没有装模组就没有啊。有sure？快点来看看。啊，我好懒得走哦。下去就好了。我下面有插火把啊。好，你把它打掉。哎、欸，现在嘞？没有啊，现在超级无敌暗啊！快点给我插回去。好吧，所以只有我有。对。好棒哦！闭嘴啊！我们两个应该调换的。有拿铁剑吗？哎、欸，有拿铁剑吗？拿铁超贱的，贱呢、欸，摇头表。今天跟你们讲一个超好笑的事情哦、喔，我可以讲吧？什么事？就你今天开台前做的事情。哦，你说大便那件事？对，可以啊。就是，哇，等，我尿去虚空了。哎、欸，黑与废，黑跑我台说拿铁废，然后我只来打招呼的，拜拜。废、啊，就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们刚刚入口在哪里？那我们从哪里挖下去的、啊？边边呢？哎，哪儿？我想从下面开始。哦，我看到，就是啊，我今天开台的时候，就是拿铁，因为拿铁有我粉专的那个管理员，所以他可以看得到我发的文，然后他就看到我昨天跟瑶瑶发，跟瑶瑶开台，然后我发文说就是等等跟瑶瑶开台，然后爱心，然后他就生气，他就把他改成大便。等等，我要跟瑶台要挂号 P O O P。超过分！他在那边摇台，好像说你居然给摇后面打爱心，然后他就把它改成 P O O P。他只配 P O O P， 就是一个小屁孩的概念。He is poo。哦，挖到好多煤炭。好啊，我都没有煤炭。哦，这里又是那个。我觉得这座岛可能只有煤炭耶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铲平好了，这样才有足够的羊毛可以去别的地方吧。我。
我觉得我们床旁边先插一个火把，他坐着插红石火把，一整个就是一种很有气氛的概念。青色羊毛，我看看哦，看不到。我们要先去哪个岛啊？那边有个紫色的岛哎、欸。啊，你要放弃这里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要先有丰富的资源才能探险啊。嗯哼，所以你没有要继续在这里了？没有，这边只是来挖路的。嗯哼，那么你要多少羊毛？足够铺到对面的羊毛。哦，那可能是三个吧。太少了吧。我觉得我在这里挖呀挖呀挖都没有哎、欸。我觉得我们先去那个丛林岛好了。哦，那你等我挖完这边，然后上去。这样。哈。好。这里是哪里？我要从青色羊毛这边开始哦。哎，先生，你坠楼了吗？我坠树了。你在哪里啊？哦。所以你是要去哪个岛啊？那个啊，那个丛林岛。哦，好绿哦。对啊，走吧。感觉就是个傲娇爱吃醋的男友。屁嘞。